không ạ? Linda. Nà nà nà, Yến Nhu tôi hơn đi. Hò hứa. Yêu, hiện tại thầy xóa hỏa, xinh thầy xóa hỏa, hỏa thăng hò. Hò. Bố hồi, chẳng bình lý tư liệu phát đến đến yếu xương, nà chứ bài thơ nữ. Cảm ơn yếu xáo xí chính, lý khởi yếu liên xí. Phải chẳng cảm xí.朱医生，这是您要的分件，谢谢啊。辛苦了，医生，谢谢。你不是说要加班吗？你怎么会过来？我给奶奶煲了汤送了再去公司啊。你要不要喝？好喝吗？承认我就知道。辛苦你了。嗯，走。您早点休息，我们下次过来看您。我们下次再来啊。跟奶奶说再见。再见，再见啊，谢谢啊。 慢点走，好，我们走了。哎，好。来，大家吃。哎呦，谢谢何姐，谢谢。不谢的，不客气。那太客气了，不客气。来，给你。来，哎呦，沾您的光，我们都不用买水果了。就是哪里呀？奶奶，怎么还下地了？刚才来人了。 嗯，奶奶，我炖了鸡汤，特别好喝。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谦虚啊？就算是好喝，也要奶奶说才行。是什么就知道了吗？我孙女叫朱舅，是心外科大夫，就是咱们本院的医生。阿姨好，好，嗯，漂亮啊，侯姐，您的孙女才貌出众，随您了。哪里呀？像她的妈妈。哦。 这小子一挺帅的，是你孙子吧？孙女婿。孙女婿。奶奶，饿了吧？先喝汤。小心烫。<笑>好喝吗？灵的。奶奶，您就多喝点。 好喝，哎呦，现在的小伙这么帅的小伙会做汤哦，就是啊，不要说小伙，这现在好多小姑娘都不会做饭呀。哎呀，净是。哎呦，你们都在呢。嗯，姑姑，来，朱舅，让我看看奶奶。哎呦，这平时啊，忙着照顾洋洋，都没时间陪您，趁着这次呀，好好陪陪你。哎，你今天怎么样了？还难受吧？还好，你过来了，洋洋呢？洋洋在家做作业呢。 妈，我给你买了一些水果，你看看，以后到这儿什么都不要买，一会儿回去给洋洋带一些。那我就不客气了，还是外婆最知道心疼洋洋。哎妈，以后啊，你有什么想吃的，你就告诉我啊。你别说啊，这两天我老想起你外婆做的油豆腐粉丝汤。 那我可做不来，要不然这样，我去正义路小吃店给你打包一份好嘞。哦呦，那家店啊，算了吧，汤里一股水腥气。嗯，瞧瞧瞧瞧，你看你奶奶，嘴叼得很。哦呦，你不要说我越老越馋吧。<笑>奶奶，我出去一下啊。你慢点。